我们俩的仇恨是从盐城开始的，那就让我俩在盐城做个了结吧。我就想要亲手杀了你的机会。好，徐，快走，启程，我在那间牢狱等你。 当年我母亲就掉在这儿。你想知道吗？当年在你逃走之后，你母亲是怎样的惨状？她是被我活埋了呢，还是被我碎尸万段？你费尽心思、处心积虑了这么多事儿。 你可以在会盟台上威慑诸侯，你也可以从一手赢得牢狱里面逃出升天。可是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？你永远无法改变你救不了你母亲的事实。唉，多么熟悉的地方，这锁链。 这些当年困住你母亲的锁链，你永远都没有办法砍断。这声音你熟悉吗？当年你就是听着这样的声音，一次一次劈砍着这些锁链，可是你怎么也劈不开。到最后。 你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你的母亲，咬舌自尽。这一切，你都记得吗？你知道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什么吗？什么？你的样子。自从那天起，我就强迫自己，牢牢地记住你。 要的是真病书。我吃饭记着你，走路想着你，睡觉想着你，就怕你的样子在我脑子里变得模糊。我天天都祈求上苍，把你带到我的面前。我天天想着，我复仇的那一刻，我的剑砍进你的脑袋里，砍出的那种声音。 跟砍锁链一样的声音，威武的虎贲将军，你只能做机缘博的奴仆。启程，你费尽心机得来的兵书，也只能献给你的主子。 你不想要，难道别人也不想要吗？佩服，你甘愿做他的走狗。姬昌，你才是真正的王。<笑>
从这儿开始，从这儿结束，来个了断吧。齐大人，王禅带兵书和姬成一起进了牢房。我知道了。子婴已经带走了许毅。大人，我们该如何行动？先不要管许毅，王禅和兵书都在。看来他跟姬成有恩怨要解决。我们先静观其变。诺。等等，留下王禅的性命。诺。这滋味不好受吧？你用这种手法杀过多少人？这叫以彼之道还彼之身。我早就料到你会用这招。王禅，你这个混账！我有这个垫着，你根本伤不到我。我就是要以彼之道治彼之身。你已经被欲望蒙蔽了双眼。我母亲用她的命换了我，我们可不能母子都死在这儿，那我岂不辜负了她？等着你的主子来救你吧，看他究竟是救你还是抛弃你。我就是要这样折磨你，让你也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。王禅呢？王禅跑了，王禅跑了，快救救我，姬大人！姬大人，快救我出去！姬大人，我中了王禅的圈套！姬大人，你不能扔下我！姬大人，姬大人，救救我！你这次救我一命，我发誓一辈子效忠于你！姬大人，姬大人，救救我！姬大人。有诈！所有人都推到外面去，这是圈套，王禅布置的陷阱，快快推出去！姬大人，姬大人，你别走！姬大人，姬大人，姬大人，
我有兵书，真正的兵书，谁拥有了它，谁就能一统天下啊！纪大人，你若信我，就丢出来，我救你。不，我谁都不相信，我谁都不相信。你先放我出去，你把我放出去。 我就把兵书给你，跟我谈条件，我绝不会为了兵书而让自己落入别人的圈套。金元波，金元波，金元波，你个狗贼，你给我站住！金元波，你偷走了我的权利，你偷走了我的王位。姬成，你以为你在周都和史太昊私下里的勾当我不知道吗？ 你一直想独吞兵书，《孙子兵法》真是有魔力啊，能让所有得到它的人都暴露出本性。但是我跟你不一样，我的理智不会被欲望吞没。姬元波。 世上再也没有《孙子兵法》了，啊！一切都结束了，没有什么《孙子兵法》了。王禅，你我的争斗。 才刚刚开始。少主，《孙子兵法》就这样从世上消失了。兵书留在世上，永远都会有人争夺。一旦落入恶人手中， 便天下大乱，所以你想让姬元伯和天下人都知道，姬成和兵书已经一起被毁掉了。从此这世上再也没有《孙子兵法》。恒娥在哪儿？他现在在回大梁的路上。 父亲，我对不起你。
我会按你的吩咐，继续为王禅在周都隐忍下去。哎，好功啊，好功！ 血起誓，永远不再见王禅。慢点，小心点儿。范雎子英，你们都回来了，其他人呢？许毅。 准备父亲后事。
我的女儿。我诅咒我自己。遭孽残害之不，他们的遭遇都将在你女儿和娥身上重演。上天作证，你将得到原生于我的一切痛苦和耻辱，那是你应有的惩罚。不，魏胜利，为魏国，为了我们的友情。哦，喂，喝，喝，我喝，哎，你们哎什么呀？那是踩啊，踩一个。姬城将军暴毙，好像是跟易守营有关。什么易守营不易守营的？姬城是我姬氏家族的贵胄，更是周都的虎贲将军。姬城将军理应按照礼制厚葬，奴隶殉葬是不能少的。他必须按照礼制，用奴隶殉葬，这样才能彰显他的身份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王上不能剥夺我姬氏贵族应有的权利，我们必须要王上明确表态。说得对，说得对，要明确表态。我有个提议，你去再请王上，一定要给我们一个说法。诺。王上，您一定要拿个态度啊。姬城已死，如何盖棺定论？满朝的大臣都在等着你。人都死了，还拿这事儿烦我？去，下去。皇上，易守营罪恶滔天，罄竹难书啊！说起这事儿来，我就生气。他是我身边的重臣，我那么倚重他，我简直把我的性命都托付给他。想要我性命的，竟然是他！姬城枉逆王上的恩宠，实在该死。该死，他简直是死有余辜。哎呀，灵王帝呀，多亏了你呀！你说谁能想到，姬城是谋逆的真凶啊？我被他算计了。核算，他一边想着怎么要我的命，一边拿着本王的俸禄。我一年上千担的粮食，我养了一个想要本王性命的狼，太可恨了。王上，殿上又命小人来催了。催！谁是王？啊？衣服都不让我好好穿上，这有失天子的体统。你们是想让天下都耻笑本王吗？哎呀，明王帝，你看看，这就是周都的臣。王上，大臣们现在都在请奏，姬城也是姬氏王族，理应该按照周朝的礼制用奴隶厚葬。哎呦呦呦，对，呦，你要不说我还真忘了，一会儿殿上我说灭他九族，那核算把本王也搭进去了。王上，非守姬城毙命，其罪有应得。他活着的时候不顾宗亲的荣耀，死了还要什么体面？王上应该将其罪昭告天下，以儆后事。对，说的有理，就是让天下人看看，这就是谋逆的下场。启禀王上，姬城之罪甚重，所以魏王立主严惩也是情有可原，但王后的意思是，姬城虽然已经身死，但易守营的势力并未完全清除。现在外面众多大臣之中，您又能知道谁是与易守营暗中勾结之人呢？不如先不要打草惊蛇，日后慢慢查清易守营的全部同党，一并清算。
众臣听旨，王上有恙，身体不适，由四人代为传令。启禀王上，有臣请奏。虎贲将军姬成姬姓重臣，因大殓发丧，请王上恩准。王上说此言甚是，古之刑律有法不责贵之说，以寡人之见，应当妥善处置此事为妙。既然虎贲将军姬成已死，就以牢狱奴隶暴动、将军弹压殉职论处，可按王族礼遇对其厚葬。王上，姬成乃是易守营之匪首，猎场是他加害于您，当年也是他杀害了王朔一族。王上说姬成跟随本王多年，兢兢业业，匡复社稷，现如今不惜己身，慷慨殉国，是忠烈将军。王上圣明。有臣请奏，因挑选罪奴和将军府家奴为忠烈将军殉葬。王上不可，王上不可呀。易守营往昔阴险毒辣，滥杀无辜，民怨甚重，若再以奴殉葬，有失王者之道也。我大周建立之本，全在宗法二字。姬姓自本朝建立之初就是根本。姬成他是我姬氏家族子孙，怎么会有异心？况且现在死无对证，更是无法证明姬成就是易守营恶手。明王帝，你的身上同样也流着姬姓的血，所以你效忠本王。所有的姬姓贵族都曾宣誓效忠本王，本王也不会疑心我姬氏贵族的忠心。姬成的葬礼自然要遵循礼仪，这与你说的王道无关。宗法的全部就是规矩，嫡长有序，君君臣臣。明王帝，你应该明白这些。好了，就以众臣请奏的去办吧。寡人乏了，无需在意，你们退下吧。皇帝，寡人也是无可奈何呀。忠烈将军听起来是那么的讽刺，他何时效忠过你呢？哎呀，你看看你看看这些大臣们，你知道他们中间谁是忠肝义胆，谁又包藏祸心呢？易守营的头目是死了，可易守营还在呢吗？皇上，臣弟愿意为您揪出这些乱臣贼子。哎呀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死了个姬成，把事情压下去就算完了。这，哎呀，
我的敏王帝，你就别再给本王添麻烦了。他们要是狗急跳墙，那性命堪忧的可是本王啊。你红儿，母后，红儿，剑术只是沙场御敌之道，男儿义气，学一点无妨。不过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熟悉治国行军之道。儿臣知道。啊，舅父。剑术可有长进呢？师父已夸奖多次，说以我的剑术，再过十日便可以参加比武了。红儿，你再去练一会儿吧。诺。敏帝，听说今天朝堂之上有所不悦。王上也有无奈，惩处忌星近臣，却有投鼠忌器之慧。姐姐，不管怎么说，魏国的先祖也是文王的亲生之子，只因是庶出，就矮人一头。我对此一直耿耿于怀，所以当我登上王位起，就立志要强大我魏国。打葵丘会盟以来，天下诸侯有哪一个敢逆视我大魏的？可今天朝堂之上，那些老朽以王上为靠山，忤逆小弟，真是让我难解心头之怨恨。敏，为大事者怎能不忍一时之恨？想想你当初，父王立你为储君，众怀怨恨，勾结吴起，趁父王重病欲夺王权。那是相父错功，如不隐忍一时，又怎么可能粉碎政变将你扶上王位？又何来你今日之风光？那时父亲若不舍一世儿女亲情将我嫁给周王姬楚，我大魏又怎能傲视群雄？父亲能忍，相父能忍，姐姐能忍，为何你就不能？姐姐，臣弟一直在立志要继承错公遗愿，必须变法，整顿纲纪，使天下一统，百姓安宁，所以更要严惩恶贼，使继承这个人留下千古骂名。敏帝，此言过矣。你有抱负，姐姐甚是欣慰。可是诸事过犹不及，有抱负是好事，可抱负何时能成，却是另外一回事。母亲去世早，长姐为母，敏愿听姐姐教诲。你看当今天下还是在诸侯相互牵制的格局之中，魏国并没有绝对的实力一统天下。你看看你姐夫，他是一国之君，然而当今礼崩乐坏，诸侯各自为政，想要变法
行得通吗？为什么就行不通呢？变法，谈何容易啊！当年相父错功，实行变法，废除世袭禄位，倡导时有劳而禄有功，为了保护百姓利益，实行平敌法。当然了，这一切在一时是我魏国强盛，可后来呢？相父错功，还不是遭到反对奸党们的残害？姐姐，这个我已经在魏国实行变法，实行废奴。我已经决然将错功的思想付诸于现实，使我魏国强盛，使天下一统。难，想要把变法寄托于王上，恐怕……说到如此，姐姐也可是魏国人呢。敏，姐姐跟你看的不一样。想要改变这个世界，应渐进，不可急促；可改良，却不可激变。因为变得狠了，就会触动宗亲王族们的利益，很可能就会打破这天下的平衡。难道天下所谓的平衡就不该被打破吗？难道天下就不应该被收拾吗？难道王上就眼睁睁地看着社稷继续乱下去吗？敏，难道你一点都没有看出来吗？王上他……臣妾拜见王上。敏皇帝，还未回大梁去吗？臣替与姐姐唠些家常。又在说你魏国变法之事吧？你这个弟弟啊，心里除了变法还有什么呢？可你有这样一位姐姐，和我这样一位君王，是姐夫。变法除了对那些贱民有益之外，对我们姬氏王族又有什么好处呢？有百害而无一利。皇上，愧疚会盟是臣弟用天蚕计划维护周氏王朝的尊严和利益，并且王上也答应过臣弟应该变法，逐步废除世袭，废除奴役。为何今生变故？今日朝堂之上，对一个十恶不赦的乱党首领以王室规格，并以奴隶以其殉葬，臣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。哎呀，明王帝，你就是太过自负。你以为当初会盟得胜，是你一国一人之功啊？若是没有天子这块招牌，没有王族鼎力相助，你一人一国就能扭转乾坤？哎，说句你不爱听的话，你魏国到目前为止尚不具备服众的实力。你以为改变天下格局和制度就那么容易？它带给你的痛，有些是你难以想见，更是难以承受的。变法，那就先从你魏国开始。我也希望你能变出个模样来。要真是那样，也是我们姬氏王族的荣耀嘛。王上王后，臣弟无话可说，先行告退。言不由衷，姬成虽死，但姬元伯的隐患犹在，各国诸侯都虎视眈眈地盯着我，我不能过早地暴露与周王的政见分歧。可是我魏国变法
虽然阻力重重，却势在必行。此时倘若一招不慎，便会满盘皆输。我该如何应对？